百事不明问谷歌，甚事不明石头说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天天说事，我是石头医生。天天说事，说到做到，投事问事，说到就到。今天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多囊事。多囊事是一种肾脏的囊性病变，由于病变的肾脏当中充满了大小不等的囊肿，严重情况下多囊肾患者的肾脏就像是两大串紫色的葡萄。很多多囊肾患者的肾脏由于受到大大小小囊肿的挤压，肾脏功能会逐渐下降，同时出现血压升高、肉眼血尿等临床症状。多囊肾还具有家族遗传性，可以分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和常染色体隐性遗传。所以为了提高人口素质，减少多囊肾遗传的几率，婚前检查就显得非常必要。好了，关于多囊肾的话题就说这么多了。说肾不是事，健康才是事。天天说肾，天天见。期待您继续关注天天说肾，谢谢。